大家好，这里是小林。那只猫来啦！它就是两边有这种磁铁条，还得用两个手指这样。OK，准备好了。哦，它有这种文件夹，然后一块布，清洁用。我们开始吧。酒精棉片、棉布，我用湿的，先擦一遍吧。磁铁的好处不影响观影效果，又可以有一个书写感。先往上贴吗？哪一面是正面呢？一面是凸起的，这块是不平的。啊，这面磨砂的感觉，你听一下这个声音。再往上吸呗。吸住就好了。哦，听到清脆的吧唧一声，哦，不对，反了。要记住，摄像头在这哦。大家贴的时候不要像我这么智障。贴好了，播放自己的视频没事吧？怕有版权问题哈，旁边大拇指一起它就起来了。反正就磁铁嘛，又不是什么妖魔鬼怪啊！哇，好清晰，可以把它弄一半，大家品一品这个，就磁力还是非常好的。左边是没有磨砂磨的，看右边是有的，它就其实差别很大，所以类脂膜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增加了。颗粒效果在里面。如果有一种膜可以让我实现既能画画又能看视频，那为什么不呢？